对对我也会啊，我就一直都只拍左脸。为什么呢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每次就是我不管在哪一个位置，因为我们三个人嘛，不管在哪一个位置，我总是会露出我的左脸。就算你就三个，那你站在最就算我在最右边，对不对？我就这样子靠着左边那个人，我就是露左脸啦。对。然后我在最右边的话，我就右边靠他，我就是左脸啦。嗯。我在中间的话，我就面向右边的人，我还是左脸。有时候摄影师因为他一直拍一直拍，他希望你换一些角度，对，然后你怎么换的脸都同一边，他就说哎，你可不可以换右边啊？右边脸。然后 Hebe 就会在旁边冷冷的说，他右边有大便，他没办法拍。